们全新的满载来了。最近呢，我给我的梳妆台系列内容做了一个大升级。我今天准备的呢，就是一个很适合春夏、很少女的妆容。总结了一下，我就把它称为小雏菊妆吧。パリの虹よ、レインコート、見知らぬ公園。这一个妆容呢，我主要是会用到小雏菊花花上尾的颜色。所以整一个妆容呢会比较偏清新自然一些。那我要怎么巧妙的去叠加这一些颜色，让妆容看起来呢既整洁，但是呢又少女感十足。接下去的内容就需要划重点喽。现在我是纯素颜的状态，妆前护肤呢已经完成了，但是我因为刚起来，所以脸呢还是有一点点肿的。然后我看那个气哥的综艺，他的消肿方法呢就是这样子敲头。像我的话，我就会快速的喝一杯美式咖啡。最近太阳呢已经猛烈起来了，先上一层防晒。大家一定要记住，先防晒再隔离。防晒呢是护肤的最后一步，隔离呢是彩妆的第一步。我用的是欧莱雅的这个小金瓶。我的皮肤呢就是有一点干，虽然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已经敷过面膜了，但是呢还是干干的，所以呢我要再上一层喷雾，多喷几下。今天用的妆前呢主要是保湿功效的，用的是 YSL 的隔离，这一支呢已经快要被我用完了，就挤都挤不出来。最近我真是长好多的痘痘，然后痘印，黑眼圈呢也是比较严重的。像我呢，我就会先上遮瑕，再上底妆，因为我的遮瑕颜色呢是比较深的。我如果在底妆之后上的话，就会显得肤色很不均匀。上完底妆，如果还有痘印比较明显的话，我会再上浅色的遮瑕再盖一遍。德显的遮瑕呢，它是自己带这种刷头的，所以呢，先只用过掉一点多余的遮瑕，直接上脸的就可以了。天哪，我要遮的地方真的好多啊！最近可能是辣的吃太多了，就突然冒出了超级多的痘痘。再用粉扑把它给轻轻的铺开。粉底我选的呢是阿玛尼的大师系列，它是我用过来我觉得比较保湿的一款了，而且像小雏菊这个妆容，我觉得奶油肌会比较适合。我今天的脸呢，除了比较干之外，也是比较暗沉的，红血丝呢也比较严重。这个呢，我觉得它的遮瑕效果也是很不错的。先用这种点刷把它涂抹在脸上。再用海绵蛋把它给铺开。你们可以看我的泪沟还有这里的痘痘呢都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我会再上一层遮瑕，用的是 CPD 的这一个遮瑕刷，它遮泪沟的效果呢就是非常的好。天上的路长这么大。然后再用手指把边缘呢稍微的晕开，让它过渡的稍微的自然一点。底妆呢已经完成了，因为今天呢是想要奶油肌的感觉，所以呢就不上散粉了，而是用定妆喷雾，这样子呢会更加的有光感。局部在眼睛这些地方呢再定一下妆，免得脱妆。然后像我的额头呢，它是自带发光的，然后也要压一下。我自身的眉毛呢是属于比较淡的那一种，所以呢我会先用眉笔来勾勒眉形，然后呢再用眉粉来填充，然后呢再用眉笔画出毛流感。如果是眉毛比较浓密的话，就可以省去最后一步。因为我的发色呢是橘调的，但是由于呢我就是没有什么眉毛，为了和整一个妆容的色系呢更加的协调，所以呢就可以扫上一点眼妆会使用的颜色。鼻影呢依旧用的是欧米伽。
今天的眼影呢是主打黄色系的，所以呢我选的是这一盘 Colourpop 的 Sweet Talk， 先取这一个肉粉色当做打底色，再用这个黄色在双眼皮位置的地方铺开，再拿一把干净的刷子把这两个颜色呢给晕染开，这样子呢可以过渡的自然一些。下眼睑的地方呢就用到这一个粉色和这一个黄色，再取这个金色的亮片来提亮一下眼睛中间的位置，再在下眼睑眼头的位置铺上，这样子呢让你的眼睛看上去更加楚楚动人。像我的眼皮现在呢就是比较宽的，然后我的睫毛呢是属于外翻类型的，所以呢我是一定要画内眼线的，内眼线呢用的是这支 Kate 的眼线笔，睫毛呢依旧是这四件套，这四件套我就不需要多说了，我真的介绍过无数遍，它可以夹出太阳花一样的睫毛。今天用到的眼线笔呢有两支，一支呢是棕色画外眼线的3CE 的一个眼线笔，还有一支呢是用来画下睫毛的 Colourpop 的白色眼线笔。我选了两块黄色系的腮红，准备呢画一个渐变腮红，一个呢是 3CE 的这一盘腮红膏，然后打算用这一个黄色，然后还有盘呢是 3CE 的这一盘偏南瓜的颜色，先用这个黄色系的腮红在眼下方沿着脸颊的弧度脸处涂抹，再用橘色系的腮红在颧骨位置做一个渐变过渡，可以在鼻头和下巴位置呢也来一点腮红，更加楚楚可人。口红呢我是选了两个颜色，一个呢是 3CE 的 Going Right， 然后还有个呢是费迪菲拉的02色号，其实两个呢都是南瓜色，这个呢稍微的浅一点，然后这个呢稍微的深一点，用来做叠涂。一般我叠涂的话我就会用一个像这样子的刷子，然后染上这个唇釉，再涂在嘴巴上。最后呢就是必不可少的高光了，让我们的脸看起来呢更加的有立体感。然后今天我选的这一盘高光呢是 Bobbi Brown 的，哎呀怎么打不开呢是一个偏黄调的高光，超级美这个颜色。好啦，这一个小雏菊妆容呢就完成了。其实这一个妆容主要的要点呢就是一定要让你的眼色用得非常的清淡，这样子你的整一个脸看起来呢会更加的清新一点。然后呢就是要确定你这整一个妆容的主色调是什么，包括你要用的眼影色号是什么，这样子呢你就可以在你的眉毛或者是腮红上面呢都扫一点，让你的整一个妆容的色调看上去更加的统一。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在上颜色的时候一定要少量多次，这样子你整一个妆容呢就会更加的清透服帖啦。那我现在呢去换一个头发去变身了。